哎呀，这还是自个儿家媳妇做的菜香啊！还吃吗？嗯，不是说那个所长是你们同学吗？哎，他怎么不关照你一下啊？这不正因为是哥们儿嘛，他刚调过来，不熟悉情况，我不帮他谁帮他呀？那他也得替你考虑一下啊！你都多久没休息了？小云啊，你是不是想我了？哎，去，跟老吴争气。哎哎哎， 我不管啊，下个礼拜你必须请假，要不你身体真的不行了。啊！复印我，我保证，我保证。赵观潮，犯罪戏还我。借我听两天不行吗？你又动我东西！哎，你怎么这么小气呢？那个是有签名的。哎哎哎，妈，你管管他。观潮，你让着点你妹妹。哎。 妈，你是那个怪物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！怎么样？不太好。什么不太好？就是说，你们两个没有未来，走不长远。切，你会不会算？ 不信赖，吴烨，哎，你算算我跟乔一怎么样？不太好，又不太好。你们俩是未成关系，刚开始的时候互相吸引，心灵契合，但是随着时间长了，你们两个就有信任危机，互相隐瞒。最可怕的是。 你是他的危害星，有你在，他的运气就不会好。什么意思啊？简言之，就是说，只要你在他身边，你就会倒大霉。于妈，你不懂就别瞎说。我没有瞎说，书上这么写的，怪我了。脑子有问题。 什么鬼？哎呀，于苗苗吓唬你呢，你别当真啦。那如果真的呢？什么真的假的呀？跟我在一起你会倒霉。瞎说！你看我现在不好好的吗？哎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这什么呀，午夜？这是八卦，这是桃木，还有葫芦、貔貅，都是转运辟邪的。还有这个，这护身符，开过光的。你从哪儿弄的？都是我妈出差带回来的纪念品，我先拿来用用。对了，还有这个。 这又是什么？朱砂，据说辟邪。你今天来路上没出什么事吧？那就好，证明是有用的。